各位信徒在南天宫的庙前广场开启的飞来宝贝，只要有想飞，就当来继续。这款的宝贝比赛，在这围炉梅会更加精彩，因为讲宝的上座八人会当摕到9999块的丰富清水红包。这疫情的关系，嘛是爱拼经济啦吼。咱丰富清水吼，每一年拢有压岁钱啦吼。啊，这压岁钱吼，今年吼来特别吼来头奖会当领到9999啦。啊，大家来四处去来拼一下经济吼，啊，搁会咱来分享吼，这个富的迄种口罩，啊，来大家等于平安抗疫成功。除了是为了梅之外，正月初一到初五南天宫来拜拜点灯，也是讲安着道，买当来揢着庙方所来准备的柳灯、金蕉、甲小花柜的明纸客啊，搁会当参加的宝贝比赛，会当有机会将画面上这个价值着36万块的花柜来个扎对处。啊，如果吼、哦、来点灯的人啦、啊、吼，来阮庙里过年，来阮遮点灯999块，搁会当吼由咱大丰花柜提供的迷你小花柜来分赠予大家，啊，搁再吼会当来。初一到初五会当来拜拜，这个吼、哦、由阮庙里吼出资来做一卡，价值吼、哦、36万富贵小木屋，要来大家四处去吼来拜拜，上侪拜了会当炸登去厝的。马云讲疫情关系，配合着防疫表好卖，准备了丰富清水限量版的翠庵来做着发送。同时嘛，呼吁民众要来拜拜，爱记得做着防疫。啊，这个吼、哦、疫情的关系吼、哦，咱爱有一个社会责任吼，啊来这个。戴一下口罩，啊！来，阮本身丰富清水会发放这个清水口罩，让大家平安。目前了17号南平宫，虽然讲是小庄头小金庙，但是主事着丰富清水相当灵感，帮助了真侪人事业发达。现今的主位饭店金方连续3天举办宝贝比赛，希望大家会当来行村来试手气。南平新闻台影城北河采访报道。